他拉着我的时候讲了一句话，我超感动。我说侯总统，我的孩子交给你，希望你保他平安。我们给你掌声好吗？就在你的家里呢，希望你能够给他最安心的，能够安居乐业的好。国家安全，保护人民，这不是最基本的我们台湾，我们中华民国这块土地人最卑微的要求吗？哎，小心哈，小心，小心啊！来，小心，小心。来，侯友宜，拜托大家，多少力啊，多少力啊。